民进党固态废民，让人民感到民进党固态复明。攻读总理遗嘱，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，积40年之经验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，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。现在革命尚未成功，民进党固态废民，执政傲慢、滥权、愁庸、无能，让人民感到民进党固态复明，执政傲慢、滥权、愁庸、无能，让人民感受到如同回到陈水扁执政时期的8年。